咱看到这高雄的爱河，爱河即卖当讲是高雄主要观光景点嘛。啊，不过吼，即阵啊讲爱河水汹涌来变作安尼白白个绿绿，有当时啊也够有这臭味，安尼个片也掉，有那好游客真失望。啊，呼吸困，迄口里啊民众有那得烦恼，这是不是这爱河景点退步啊哩？趁早出日头，真侪人到爱河边散步、骑脚踏车，其中更加有真侪拢是专工来爱河的北部游客。但是沿爱河行一撮路，游客却发现爱河的水奈是白的，而且阁有臭味，就变白白的，而且还有一股味道。我觉得现在的水是灰灰，然后脏，很脏，我觉得。我之前来还不至于的。游客以为爱河整治这么多年，水质已经改善，没想到讲连续假期来行一撮，煞让人真失望。住伫附近的民众表示，爱河水质原本阁袂歹，最近汹汹变色，烦恼是受到污染。这休困单啊，变做暗土色的，这唔知放啥会出来，我唔知。高雄市政府也已经发现爱河水变色的问题，但是抽验了后确定无受到污染，应该是因为春天甲冬天顶游的水量减少，水质游泳化造成藻类增加才会变色。冷热这样的话，整个它那个水中的藻类它会有一些变化。如果说溶氧低于大概每升2mg 的时候，我们就大概曝气船，我们要打那个曝气船哈。市府表示，家电废水排入爱河，也是水质较会游泳化的主因。目前高雄市家电废水接管的普及率大概有62%，逐年慢慢提升普及率，爱河水质的问题得使大大改善。记者王佳川、明昭权高雄报道。